我躲山洞里面还是甩不掉他们，真是卑鄙，居然利用这些战士们。找机会突围，破掉他操控的傀儡线，没问题。没完没了，你就不能伤了他们。真正的操纵者应该是琼奇，他肯定就在附近。消灭他们，只要水之殿战士消失，说不定水元素皇殿的冰层也就消失了。小辉，上面啊！明白。莫莹，呀，嘿，呀，空连斩，哎呀！到我了。呀，嘿，呀。呀，爆破车流！只剩你了！哼，斩掉风眼斩！爆破车流！呀！你爸爸他从来没有真正醒来过。不，我不要！可恶的魔枪！阿姨，您带上小智和长官到安全的地方去。你所有的傀儡都没有了，现身吧！不愧是最出色的战士，不过每次都坏我计划。你们真的让我很不高兴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超型龙骑，让你们尝尝折磨我的后果！小智，阿莹，小辉，明白！浪头翻滚，降临，笑浪七剑王！你重生，敢正军破水师战神。超型龙骑自我烈，火焰燃尽，一身圣灵，我与你灭亡。我正义最敢攻的人，你火焰雷霆啸浪，大地爆破狂，你金刚不破战黑暗，一场再战，再悲欢不终极巅峰。区区两个祭奠王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万刃天珠，这能量也太离谱了吧。他在吸收大家的负面能量，恐惧、痛苦、怨恨，这些情绪全都会被吸收，化作他的能量。意思就是，大家越恐惧，他就会获得越多的能量。没错，这就是人类的本能。只要负面情绪不消失，你们永远都别想打败我。天刀。水之殿战士，跟你的朋友们说再见吧！不要！让你救不了教官，这一次
我一定要保护好小智他们。螳臂挡车，可笑。别忘了还有我，别顾着一个人耍帅，英雄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全当了。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把小智他们送出去，我将会随时对他们再次下手。嗯，而且他们在这里还会为穷奇不断提供能量。冰锥射击，再来多少次都一样。啊！我有办法了！冰雪飓风。耀辉，李烨，嗯，看我的！甩开穷奇了，莫莹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应该是包裹着水元素黄电的冰层融化了，黄电已经被破了。难道是因为你？当年为了不让大家误会教官，我把一切都藏在心里。现在，可能水元素黄电感应到了这一切，所以冰层融化了。穷奇想要击败你，估计也是打的这个主意。可恶，这么一来那块元素盒不就又落到他们手里了吗？哎，不过这也没办法，要不是你、啊、我们都没办法脱身呢。莫莹，谢谢你。要谢就谢这家伙吧、啊、幸好他及时配合了我。天哪，你竟然跟我说谢谢，世界末日了。虽然出了点意外，但结果还是如我所想。主人，很快您就能再次复苏了。莫莹，你们马上就要回地心组织了吗？是的，我和莫莹马上就要回去了，也不知道阿星他们那边怎么样了，我们得过去跟他们会合。我调查了训练基地的资料库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元素力量融合的资料，但我记得，教官曾经说过，只要几个人心意相通，就能发挥出非比寻常的力量。心意相通。我知道你一直不是那样的人，却还是误会了你。对不起，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怪罪过任何人，我更加恨自己还不够强，没办法保护到教官。小珍，以后教官和训练基地就交由你来守护了，能做到吗？莫影哥哥，我会守护好这里，就像你一样。莫莹，马上前往龙溪森林。阿星他们失去了联系。
你不是我朋友吗？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骗了我！你这个可恶的魔将，快把那些种子收回去！不是朋友，就是敌人了。的敌人会很可怜的哦。谁让你们魔将做朋友？自己选择的路，别怪我了。大地之帝王，不不，我们的公敌。两只小虫子，想去哪儿？我来牵制住他，你们去帮大地金殿王。拜托了，确定要做我的敌人吗？住嘴！你不这，他的力量在瞬间提升了。他的力量很强大，我们一起上，一定。是的。好吃好吃！大地之物，还给你们！小心，他能吸收招式能量，再利用这股能量来对付我们。不愧是能吞噬万物的魔将，饕餮！可恶！龙息森林，不！大圣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力量在慢慢减弱，龙息之术被污染了。只要龙息之术枯萎，元素防焰就会崩溃，元素核就是穷奇大人的了。你放心我。可恶的小虫子。疾风玄武。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伙伴。不行！不要再跟那些人类抢，你给我那么多好吃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不可恶心！Thank you.
阿星。哥哥。阿星。哥哥。没错，是我在召唤你。拥有旺盛生命之力，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我一直在等的就是你呀。哥哥，我会变成怎么样？哥哥，我能像你一样发出人类的语言。准备好接受这股力量了吗？这是新一任的土之殿战士，以后就是超星龙旗的一员了。哇，你看起来很有趣，很厉害的样子。欢迎你。我叫阿星，哥哥。无法保护龙溪森林，无法保护伙伴们，甚至再也无法说出人类的语言。这样的我还有资格成为土之殿战士吗？快把阿星还给我们。阿星，快回应一下我们呀。阿星，快回应一下我们。双链锁，爱世的虫子，我滚吧！阿星，快回应一下我们！哥哥。好机会！电光石火！还给你们！别放！真是不堪一击，看到了。阿星，就算多渺小，生命都是一样宝贵的。终于来了！破裂星空，雷动狂，我看看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我的同伴！妖辉，莫赢！在饕餮肚子里面。超星龙旗，武道变身。大地放狂，以金刚不破战，黑暗即将再战，再飞穿不撞起电网。为了一光，我们信仰。浩瀚巨浪，水电铠，水之电战士。黑暗电电开，电之电战士，阿星。